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环保家，唤醒他，让我们一起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为地球做个改变。我是 WWF 地球一小时全球大使李冰冰。在2011年，我承诺自愿吃素100天，用更加健康环保的方式生活，非常高兴我做到了。2012年，我将继续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，我承诺我要走进自然，亲近自然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这是一场从心到心的旅行。3月31日，地球一小时，我们可以变得更好。